真的最检验演员的功底，哭戏好的演员能让人感同身受，反之呢，逗得观众哈哈大笑，哭得好看的梨花带雨，不好则是面目狰狞。哭戏好的女星有很多，刘亦菲、蒋欣、我见犹怜恨不得钻进屏幕里为他们擦眼泪。男星吗？让小编有这种冲动的非李钟硕莫属。在学校2013中，李钟硕饰演看似冷漠却怀抱愧疚之心度日的主人公高南顺一角，在里面的哭戏的挨揍的次数一样，嘟嘴皮抿眼睛，衣衩伴随着红红的眼眶，眼泪就吧嗒吧嗒下来了，侧颜流泪简直也是美的不要不要的，连那滴泪珠都那么美。看到这里有没有激起你们的保护欲？听见你的声音中，李钟硕饰演能读懂别人心声的高中生朴修，像母亲过世后女主慧心哭得死去活来，知道自己必须坚强的修下，努力的克制自己，但还是眼泪还是忍不住掉下来。知道慧心平安无事后的修下留下来担心加庆幸的眼泪，掉下的眼泪滴滴戳到迷妹们的心呐。Doctor 异乡人中饰演母亲抛弃父亲死亡青梅竹马始终的朴勋，哭戏也是贯穿始终循序渐进有脉络的哭戏，让人感同身受。匹诺曹里每次每次眼泪流下的瞬间都会让人心里一颤。哭戏最多的当然还是二硕的 W 两个世界，经历大起大落的江浙哭戏也不是一般的多呀。这么多的哭戏哪个最美？当然还是热血青春啊。看二硕被揍的头破血流之后，脖子上挎着鞋的哭晕的小表情，揉眼睛的小手也是萌点满满。